Withdraw。它是一个涂鸦游戏，然后它会随机出一个英文的名词，然后要求你在20秒之内把它画出来。我们现在这个游戏呢，其实我们是要进行一个比赛，输的那个呢，它的秒数总加起来，我们要做一个大惩罚，脸顶着对方的袜子，在那个秒数。哇，你玩袜子！惩罚时间，谢谢。金放太多了，伤到爆。他好烦哦，你要不要闻我的？我闻一下啦，快点。为什么我要闻你？我闻到吗？你憋气了呗？我觉得还 OK 啊。你太夸张了。哦，走开。放一只还是放两只？一只就好了啦。一只吗？我两只很难平衡嘞。掉下来还加一分。放脸上不用放鼻子前面吗？万一长痘痘怎么办？至少不会长痘。你嘴巴闭着，算了，放在鼻子上好了，就这样。为什么我要自己放？而且我不喜欢穿袜，而且我不喜欢穿袜，而且我不喜欢穿袜。你要放多久？你要记啊？90秒啊！你要同时哦，你不能放得太近。你先把脸弄上去啦，最翘的地方应该是这里，对不对？就是那个脚背的部分。好，预备，我按好，我先按好不好？好，来开始。一秒钟，我们来看状况。你应该很香，你有没有呼吸？你先没有呼吸。哎，你不要憋气哦，这样挂哦。我闻到了，有软筋的味，哪会臭？我不敢闻，我在鼻子憋气，嘴巴呼吸。如果有人想知道我是用哪一款柔软筋来洗袜子的话，欢迎在下方留言，我会回答给你们的。你不要那么夸张啦，那么夸张啦。好久啊，等一下，你不要那么夸张好不好？没有香。38、39、40，哎，好久哦。90秒还蛮久，不是说很久吗？我觉得你的问题应该是会落枕。哎，我都哭了。好啊，其实还可以。但是不是已经曾经叫我袜子？可是你会想象你就是已经穿过了，在鞋子里面。有脚什么的吗？28、29、30，好，结束了。艾瑞卡，你脚好臭哦。屁嘞！我被欺负了。对，以后要不要好好的学画画呢？先把英文学好啊！好恶哦、喔，很臭哎！那好臭啊！第一次这么靠近别人的袜子，还想要闻脚本？我不要啊！你先闻我的袜子先吧。我不要，你休想！我的袜子。好了，我们影片到这里结束，谢谢大家！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欢迎帮我们按赞或留言哦、喔。你想要订阅我们哦、喔，订阅不用钱。谢谢你们，拜拜。拜拜。